我都會尊重主人家嘅。首先，譬如做兄弟，我都會穿西裝咁樣嗰啲，我可能會特別啲咯，唔會話打胎啊咩咩嗰啲咁樣，可能揾啲自己特別啲嘅衫啊，之後都會隆重嘅。我覺得因為畢業啊嘛，始終都可以隆重啲咁樣尊重啲啦，同埋得一即係成個階段啦，大學畢業先得一次咁樣，所以咧就想高貴啲，即係好似邁向一個新嘅階段咁，就可以俾自己一個唔同啲嘅自己出現咁樣咯。妝就自己化嘅，今日就化咗個零鐘啦，跟住個頭就特登出去 set 嘅，就 set 咗兩個鐘度啦，都差唔多。簡單咯，即係簡單可以顯到自己，即係清純啲就 OK 咯，即係唔需要話太浮誇就 OK 啦，係啊。喺日常生活裏面，每個人所選擇穿著嘅服裝，唔單止會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亦都被視為身份、地位、品味同埋修養嘅體現。所以喺唔同嘅場合，認真選擇適合嘅服裝係好緊要噶。所謂人靠衣裝啊嘛。所以我哋今日特別請到連佩瑜小姐 Masa， 你同我哋講下喺唔同嘅場合，我哋應該點樣選擇適合嘅服裝同埋妝容嘅喎。歡迎你啊 ，Masa。係啊，我哋咧臨近畢業嘅季節咧，好多學校咧都會舉行呢個畢業聚餐啦。咁對於同學仔嚟講，即係辛苦咗咁多年啦，亦都好重視呢一個即係最後同同學聚會嘅一個機會啦。咁而喺選擇服裝上面咧，其實會唔會話都有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其實都會㗎，咁喺中學嘅畢業聚餐啦，同大學嘅畢業聚餐啦，喺衣服上面亦都有分別嘅喎。咁例如中學嘅畢業聚餐啦，咁以男同學為例啦，咁佢哋通常就會選擇一啲恤衫啦、西褲配襯一個皮鞋去出席呢場合就 OK 嘅啦。咁而女同學方面咧，就選擇翻一啲衣服係襯翻自己嘅年紀啦，表現到一個好活潑可愛嘅形象，咁就可以嘅啦。咁樣男士需唔需要大呔咧？咁樣男士其實都唔需要住嘅，咁其實跟個人喜好啦。咁而家嘅潮流反而會興大煲咯，都幾得意嘅其實。煲呔咁。係啊。咁如果係中學生嘅話咧，咁女士方面咧，會唔會話都需要化少少淡妝啊？定係適合比較樸素啲素顏咧？其實可以化少少淡妝嘅，簡單例如眉一條眉啊、眼線啊，擺少少胭脂突出翻個輪廓，咁已經 OK 嘅啦。但係就唔適宜話太過濃妝啦，始終都後生係嘛？係啊。咁我哋亦都知道咧，係有部分嘅大學咧，佢哋都會要求，譬如可能要著晚裝咁樣出席啦，比較隆重一啲。咁而喺選擇呢一啲比較隆重嘅服裝嘅時候，我哋又應該點樣選擇呢？咁其實選擇晚裝嘅時候，俾大學嘅畢業聚餐咧，咁其實可以選擇啲比較長裙啲嘅啦，咁感覺上會 grand 啲啦、華麗啲啦。咁而揀衫方面會睇翻符合翻自己嘅體型啦，同埋符合翻自己嘅氣質啦，去選擇一啲晚禮服咯。會唔會話有啲唔適宜嘅服裝咧？係啦，設計其實咧亦都唔好話太露啦，或者例如太 deep V 啊咁樣，因為始終呢啲場合咧會比較多啲教授啊、嘉賓啊會係出現啦，咁所以選擇翻啲端莊啲嘅就會好好多啦。咁男士方面咧，男士通常都著 suit 噶啦，西裝咁樣，西裝皮鞋咁襯翻，真係可以需要打呔咯，咁樣會重視多啲個場合，同埋出嚟嘅感覺又係會 grand 啲咯，其實穩重一啲係嘛？係啊。咁而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話譬如我哋喺大學嘅時候可能會著得隆重啲啦，咁隆重啲嘅時候，即係可能喺頭髮啊、化妝方面咧，都要作出一啲配合嘅喎，係嘛？係啊，咁其實髮型同化妝都係一齊一個 image 嚟嘅。咁其實喺化妝方面，我哋可以選擇翻一啲比較可以濃少少啦。咁例如突出多啲輪廓嘅，咁例如我哋可以擺喺眼睫毛啊、眼影方面咧，我哋可以做啲一啲閃啲嘅感覺出嚟咯。其實都係適合夜晚嘅妝容嘅，係啦。電話等陣。喂，係，我係。今個星期五下晝3點嚟面試。好啊，冇問題。到時見啦。好，唔該曬，拜拜。阿靠！甲乙丙公司叫我去 interview 啊！真係。係啊。哇！我上個禮拜都有 interview 啊。喂，咁你快啲分享你啲經驗俾我聽啊！我第一次去 interview 咋，都唔知道穿咩衫好。如果係 interview 嘅話咧，就唔可以穿啲豬片衫去啦，咁就顯得你唔係好夠成熟而穩重喎。咦，你有冇啲行政套裝嘅衫可以穿去 interview 噶？行政套裝呢幾多號啊？呢啲就啱曬啦。嗱，入邊咧就襯翻件恤衫，再加埋，有西褲喎。再加埋西褲或者西裙，咁就 perfect 啦。咦，今次實 join 啊！
咁記得咧，面試當日咧就要保持冷靜，盡情咁發揮就 OK 啦。啊，另外唔好忘記啊，喺之前記得要做定資料蒐集啊。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完晚宴啦，咁可能有啲臨近畢業嘅同學咧，亦都準備要去面試嘅咯喎。咁其實除咗要準備一啲個人簡歷之外咧，咁其實準備一套合適嘅服裝都係俾人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都好緊要嘅喎，係咪啊？係啊係啊。咁其實揀呢啲衣服嘅時候咧，我哋要配合翻本身你去見呢份工嘅時候公司嘅性質啦，咁同埋本身你見嘅崗位啦係屬於邊個 post 嘅，咁去選擇翻一套啱翻你個 post 嘅一套衣服去表現翻你嗰種特質出嚟，咁人哋就會覺得可能你會比較更加合適呢份工啦。會唔會有一啲例子，即係譬如例如係一個公關嘅，或者係一個文職人員嘅，會唔會有唔同呢？都會㗎。咁譬如你話你份工係文職人員嘅，或者比較前線一啲嘅，咁我哋可能會做得比較斯文啲啦。例如套裝，我哋會配襯裙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我哋要對客人方面，亦都會係多啲嘅咁。咁樣嘅時候會揀啲活躍啲嘅感覺出嚟咯。例如啲衫，我哋會配襯褲啦、西褲啦，令人哋覺得比較可以活潑啲、活躍啲嘅咁樣。咁男士方面會唔會都係有唔同㗎？其實男士基本上咧，以恤衫、西褲，甚至乎加翻個西裝，咁其實都已經很好好㗎啦，已經。咁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可能會因應翻嗰個工作嘅性質啦，咁亦都會，我哋有時都會分翻話夏天同埋冬天著嘅衫會唔會有唔同咧？咁其實咧，以冬天為例啦，咁其實我最主要係以御寒為一個大前提啦。咁但係基本上咁樣嘅時候，我哋可能著衫嘅衣服嘅層次就會多咗。咁我哋基本上俾翻個原則咯，唔好多。三種顏色咯，咁例如我哋譬如著淺白色嘅衫或者米色嘅衫，可能我哋會配翻一啲黑色或者啡色嘅西褲。咁例如啡色嘅西褲嘅時候，我哋個外套可能配合翻啲卡其色啊，亦都唔好擺得太多 colourful 嘅嘢上去咁樣咯。即係例如係我哋冬天可能會戴頸巾啊、手襪啊、冷帽之類嘅保暖嘅一啲用品，其實喺面試嘅時候適唔適宜有呢啲配襯喺度咧？其實頸巾都 OK， 但係基本上手襪例如帽啊或者嗰啲就唔係咁好啦。基本上我哋入到室內嘅時候，呢啲必須要除低嘅。咁喺夏天方面咧，會唔會話服裝上都會有唔同咧？其實都會㗎，咁我哋亦都最主要保持要去清爽啦，可以令到降温啦，唔好著啲太焗身嘅衫啦。咁而著嘅時候都避免著啲太薄喎，但係又唔可以太短啦，同埋太暴露都唔好嘅。顏色方面會唔會話夏天會有夏天嘅一啲適合嘅顏色咧？盡量著啲淺色啲嘅顏色啦，亦都冇咁吸光，冇咁吸熱咯。其實對人嚟講都係對健康嚟講都係好啲嘅。而喺女士方面咧，即係譬如面試嘅時候都會化一啲淡妝咧，會唔會話邊一啲妝容咧或者邊一啲顏色會比較適合㗎？咁其實喺化妝嘅方面咧，咁我哋一般嚟講都係突出翻個人嘅氣質啦，咁亦都化妝嚟講一種禮貌啦，咁唔需要話去做得太多嘅，簡單。精神人哋覺得你好簡潔、好舒服嘅咁就 OK 啦。有時過多令到人哋會覺得未免太濃啦。喺顏色方面會唔會話都有啲嚴選嘅顏色㗎？其實以啲一啲 earth tone 啲啦，大地嘅顏色，例如啡色啊、淺橙色啊呢啲都可以咯。咁就冇揀啲太黑嗰啲顏色。即係太黑可能會俾人過分濃嘅感覺啊，係咪？係啦。係啦，咁我哋喺面試嘅時候咧，女士方面咧會唔會話都唔係咁適宜佩戴太多嘅飾物呢？其實都會㗎，我哋都係以簡潔為主啦。例如我哋簡單嘅耳環啦，甚至乎譬如我哋頸鏈方面都唔好襯啲太誇張嘅咯，簡潔就 OK 嘅啦。咁手錶上面盡量都係清簡，就唔好話太閃啊，或者太彩色啊，咁樣就可以啦。會唔會話咧，即係譬如話耳環啊、手鏈啊、頸鏈啊、手錶同埋戒指一齊戴咧，會唔會太多咧？咁樣又其實都會㗎，不過除咗你係譬如結婚戒指嘅，咁呢啲當然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其他嘅戒指就唔好啦。咁我哋頭先咧都講咗話，晚宴啦，同埋一啲畢業聚餐啦，同埋一個面試嘅。咁除咗呢一啲場合之外咧，會唔會話有其他嘅場合，我哋都適宜係要隆重一啲啊，要化下妝咁樣啊？都會㗎，咁例如我哋去睇啲音樂劇啦，咁其實因為都尊重翻本身嘅場合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大家一齊感受一下啲藝術嘅氣氛咯。其實如果你著得靚啲、化得靚啲嘅時候，個感覺出嚟會完美啲咯。喺外國嘅時候，即係都會比較流行，譬如係睇歌劇啊，或者係一啲大型嘅表演嘅時候咧，咁佢哋多數都會著曬晚裝，即係好隆重嘅感覺咯。咁但係喺澳門嘅喺澳門呢一種情況咧，會唔會話唔係咁流行咧都？
其實慢慢都流行了很多噶啦，已經甚至乎啲 dress code 講定俾你知，哦，你嚟呢個場合嘅時候，我哋需要著啲咩衫，又或者我哋專注要啲咩顏色嘅咁，其實都開始好多人都會在做呢方面噶啦。嗯，咁如果去呢一啲睇表演或者歌劇嘅時候，我哋選擇嘅一啲服裝會唔會話同我哋出席一啲宴會亦都有唔同噶？都會㗎，其實如果出席啲宴會同出席呢啲嘅時候，我哋可能會揀翻啲比較輕便啲嘅衫去出席誒呢啲嘅展覽啊，又或者因為始終可能我哋會周圍行啦，咁亦都唔好揀啲好長拖尾咁樣，變咗會可能會有啲會可能踩到你啊，有啲意外啊咁樣呢啲啦。嗯，即係女士方面可以適宜短裙。短裙係啦，係啦。至於我哋去睇展覽嘅時候咧，個妝容會唔會話都需要一啲配合呢？其實都需要㗎，咁因為妝容上面嘅配合，會配合翻我哋嘅場地啦、我哋嘅環境啦，同埋大家見嘅朋友嘅時候，個感覺出嚟會比較華麗啲啦，咁亦都有翻一個藝術嘅氣氛咯。咁去睇展覽嘅時候咧，會唔會話日頭去睇同夜晚去睇，我哋選擇嘅服裝同妝容都唔同呢？會㗎，其實日頭我通常會選擇一啲輕便啲嘅服裝啦。咁就算你話我想要著得隆重啲嘅時候都好啦，都要揀得輕啲，揀得輕便啲嘅。咁而晚裝嘅時候，我哋可以隆重啲啦，因為個氣氛又唔同咗，而個感覺出嚟嘅時候可以再華麗啲咯。咁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嘅唔同嘅情況啦。至於我哋可能會有時會出席一啲公務嘅場合啦，即係譬如我哋會唔會話需要係特別著得正式一啲咧，或者喺妝容上面會唔會話有啲咩可以配合到啊？哦，都需要㗎。咁呢啲嘅時候視乎翻其實本身你嘅性質會做啲乜嘢啦。咁例如前線啲，我會比較行嚟行去會比較多啲嘅，咁我哋可能會需要穿翻一啲褲啦，其實穿西褲感覺會活躍啲，因為你可以行嚟行去啊嘛。咁但如果你話我淨係做前線去接待嘅啫，咁其實可以選擇翻西裙咯。咁而妝容上面咧就視乎翻你場地嘅燈光啦。其實如果佢比較光線比較充足啲嘅時候，相對可能個妝我哋會再淡啲啦。如果唔係喺白光下邊望到你哇咁濃妝咁，咁但可能你場地入邊係比較暗啲嘅咁，可能我哋可以喺眉同眼線上邊可以加翻粗少少，而令到我哋覺得有神啲咯。咁我哋今日咧都好多谢 Masa 同我哋讲咗咁多有关衣着礼仪嘅小 tips 嘅，希望大家学到呢啲实用知识之后，下次喺出席唔同嘅场合都可以拣啱适合自己嘅衫。咁我哋一齐重温下今集嘅重点先。同学喺参加毕业聚餐时候嘅服装，女士可以以庄重高雅为主。服装的款式要适合自己的年龄，但是不宜过分暴露，亦可以以合适的妆容发型配衬服装。而男士方面，在出席这些隆重的场合，可以穿着正式的西装而美服，配衬起煲呔或者领呔，突显出成熟稳重的感觉。而同学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可以因应公司以及职位的性质选择面试服装。如果职位是行政人员的话，服装就应该以简洁斯文为主。如果工作性质要经常面对客户的话，服装就要凸显专业性。在整体服装搭配方面，千祈不要用过多的色彩，尽量在三个颜色左右。而女士亦都不宜佩戴过多或者太过夸张的饰物。咁下次大家记得喺合适嘅场所要穿着合适嘅服装啦。头先我哋讲过咁多唔同场合，我哋要着啲咩衫？咁主持人录影嘅时候又要着啲咩衫呢？咁我就分享下我嘅经验啦。我就会因应唔同嘅主题、唔同嘅被访者去揀衫㗎喎。如果被访者系长者、有社会地位或者系专业人士，咁就适宜着得稳重一啲。如果被访者是年轻人的话，那就要着得有活力一些，去衬托他们的阳光气息。不过最重要都是那句，要因应场合，选对衣服才是最重要。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